猴子泡汤泡脚真的很可爱哦，但是我希望游客如果万一你很幸运的在那个泡脚池遇到了猴子啊，跟你一起共同泡脚的话，请务必跟台湾猕猴跟猴子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他们毕竟是野生动物啊，所以我想为了自己的安全啊，不要因为可爱而失去了戒心哦。好，现在这里拜托大家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在园区的这个香蕉树哦，这是山蕉。那因为猴子都会下来在附近玩耍，那因为拉着山蕉的叶子，所以都拉成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状态，它都是垂下来的。记得那个记录啊，那就好，就是有可能的部分，就是可能它族群在迁移的时候，跟游客可能就是面对面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有威吓的作用。红外线摄影机，这一台是红外线摄影机。